我是姐夫，大家好，今天我们请到了欧本主厨莅临指导。自我介绍一下吧。好，谢谢。那我们今天来做一个泰式的海鲜凤梨炒饭，那我们现在开始。先处理凤梨，拿个挖掘器把凤梨肉挖出来。第一层挖过之后，我们把它稍微挖平，再挖第二层。好了，待会这就是我的容器。Chef Oven， 接下来我们要干嘛？好，谢谢。接下来我们要处理海鲜。我们煮只吃过了，我们先把头剪掉，背剪开，接下来去壳，带比较沙泥出来。海鲜处理好了，我先把它冰起来。Chef Owen 指示，接下来切鸡胸肉丝。Yes, Chef. Thank you, Chef. 鸡胸肉丝，我们先用鱼露稍微抓腌一下，够了吧 ？OK, Thank you, Chef.好，鸡胸肉丝处理完成。接下来我们来炸腰果，这是泰式凤梨炒饭，这部有后切的材料。Yes, Chef。炸腰果开始的时候油温不用太高，腰果放下去，搅拌它，让它均匀受热。我们已经慢慢发现腰果开始变色了，来下架。好，我们把它立起来。这时候的腰果因为有余温，所以说它还会颜色继续变深。那我们要赶快把它摊开来，让它冷静。我们要干嘛 ？Yes, Chef。主厨指示，我们接下来要来炒海鲜。加一点油，红葱头，蒜头碎，洋葱，鸡肉，海鲜料。好的，我们现在先把海鲜装起来。Chef Owen， 你可以炒饭了吗 ？Yes, Chef。加点油。红葱头。两颗鸡蛋。咖喱粉，加咖喱粉的时候啊，火要关小一点，让它的余温就可以把咖喱粉炒香了。两碗白饭，
菲律宾，糯米球才对。葡萄干，海鲜料，葱花，可以吗？够咸吗？好，谢谢。主说可以就可以。好，关火。接下来盛盘。上葱花。好，干。小火。泰式海鲜凤梨炒饭完成喽！谢谢我们主厨今天的莅临指导。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，希望你们喜欢。喜欢姐夫的影片，欢迎加入姐夫食堂。如果有任何问题，请留言给姐夫。要记得订阅姐夫的频道哦，还有帮姐夫按赞和分享。要记得点按小铃铛，开启通知。才不会错过姐夫的更新哦，姐夫感谢你们的支持，姐夫食堂，我们下次见喽，拜拜。